啊，社会新闻多学一点。你要解决问题，刘君耀下午两点，非要不可。好，欢迎回到这里面电台，说的是非要不可，我是让你非要不可的刘君耀，瘦要要。又到了礼拜一对症下药，哎，今天呢，在我们现场的呢，哎，还不是黄珊珊，那你一定会觉得，哎，是怎么回事呢？我先介绍来宾好了。哦，我们来宾呢，这是《魅力》杂志的发行人，哎，赖佩霞，佩霞你好，嗨，那个瘦要要大哥，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佩霞太谦虚了，我都听你的歌长大，你都这样叫我。我现在、哎、我现在也越来越是你的那个影迷啊，电视剧的电视的、哎、的这个。这能叫影迷吗？不是，这应该叫、就是，也不是歌迷，对不对？那、啊、我是你的歌迷。我们 fancy 啊，对对对对，这 fancy 是来自于香港话的，他们在讲到 fancy 好好玩。这是 fancy 是英文，但是他们讲 fancy 就变成这样子哦。我刚刚为什么开场的时候特别提了一下，就是说，这个黄珊珊跟雷谦呢，因为有很多的网友，嗯，啊，他们的听众的忠实的这个听众呢，拿回来跟我留言说，哎。是不是因为黄珊珊落选，然后雷倩也落选，所以呢，你就呢落井下石，就不要他们的这样，哎，把我笑死了。然后所以，然后不，他们也难怪他们这样想，因为呢，选完之后就过年了嘛，然后呢，突然间到今天为止，你看这个黄珊珊都还是没有出现，这样雷倩啊也啊，雷倩礼拜三会出现了啊，但是。有休息，哎，你知道选举，我真的是真的很累。我那天也碰到周守训，哦，对不对？看他还有他的夫人都瘦了一大圈。选上的没选上都会瘦一大圈。都瘦一圈啊，因为他是累翻了嘛。然后呢，那个珊珊呢，他是市议员，那也是律师，他也是人家的妈妈嘛。对。对不对？也是老，他的身份有太多的，所以说他还得陪老公哦回去。香港去过年嘛，对，因为好好让珊珊度个假。我相信在选举前，他们一定也花了很多的时间在竞选上，所以跟家人的相处的时间也比较少。选后呢，啊、当然就要好好的调养、静养一下。对，所以说呢，到所以就我来代打。哎，不，最主要是因为呢，佩霞他们这个《魅力》杂志呢这一期所做的一个议题呀、啊，哎呀，跟各位讲，每次这个议题呢，都会让我感到非常的脸红，哦，尴尬。哦，但是就是我最擅长的，你最擅长脸红尴尬，没有，就是坏男人的这种议题啊，不是好男人这个议题，对，哦，没有坏哪来的好，哎、对，那这讲每次讲到好，不管好男人坏男人，其实很多的媒体都会找我去聊，因为我。因为可能花天酒地的这个花名在不是花名在外，酒名在外也好，花名在外也好，但是我总是回头是岸嘛。不过有趣的是哈，很多人都说这个。好男人女人不爱，好像男人就是要坏坏的女人才会爱，不过我觉得这可能是在某一个年纪啦，对、啊、真的慢慢成熟，我相信刚开始你太太跟你交往的时候也是看上你那个坏坏的、就是啊、很想驯服你 的感觉、啊、是吗？我觉得都一样，应该是、哦、女人就是很想就是说你坏或者是你没人爱没关系，我来改造你哈。但是真的结了婚一段时间之后就发现说我实在是改造不了，所以就会开始火大、啊、真的我太太就是这样火大的，然后我太太就活大了快十年这样，然后终于她准备把我放弃了，对，她真的要放弃，她说她认为以她的这个能力、哦、那我太太你知道吗，她是长得漂漂亮亮的，然后 又很聪明，那她认为说我这样的人她都改变不了吗，所以她就改到她自己要身心俱疲、然后头破血流，就发现说她不喜欢坏男人，她还是希望有一个好男人，对，然后呢她说我要放弃了，就把你 fire 掉，因为他准备说如果你没有修成正果，你如果没有好一点的话干脆换一个比较快，真的他觉得说 我无能为力的，真的我就放弃你了，然后他虽然有点不甘心，女人都是这样，这个待会你可以聊一聊你们的心情，哎，要改然后花了那么长的时间讨论碎了呀，那结果还是没有办法达到那他要的目的的时候，他真的身心俱疲，我后来你知道吗，我会回头是岸，是因为我看到他，哎呦这个女人怎么被我折磨成这样子啊？嗯，哇，说得好，那你还真是哦有良心、哦，好，真的仔仔细细去看，说，哎呀，这个女人怎么被我折磨成这个样子？然后我看的时候，我心好痛哦，嗯、突然间好，就马上放下酒杯，立地成佛哦，哎，我突然间哦，嗯，而且你知道，我这样子做的时候，我太太还不相信，她经过两年的观察，现在已经第三年了。他才发现，哎，你是玩真的。嗯哼。然后他问我说：“你为什么可以这样子？”然后
包括唐香龙啊，我的好朋友，他都问我说，哎，啊不，我跟唐香龙不太好哈，然后他就说，哎，我们这个年纪最困难的就是借朋友，男人尤其是男人、uh-huh. 就是借朋友， uh-huh. 那尤其是那种这个狐群狗党哦，对，那些朋友在一起好玩，对，好玩嘛，好玩，然后讲的都讲以前过去共同的历史嘛，对，那旁边的女生听得都好烦，你老是讲当兵啊，老是讲什么好，而且他说借朋友是最，你们就换一群听众，对不对？是是，一天到晚就要换听众、哎、因为你们的故事不变啊，真的啊，只好换听众，真的，然后他们说怎么可能借得了朋友、哦、那这件事情我跟你讲，当男人我啦，我先自己解剖一下，我就是因为在那个时候看到你的身边你最疼爱的女人竟然被你折磨成那个样子，不成人形的时候呢，我觉得我在干嘛？砰、嗯！当下哦，所有的事情通通改变了。嗯哼，就这样就改变了。对，你那个你提到这个的时候，我就要跟各位提到我们的《魅力杂志》这一期啊，有一个故事，我觉得还蛮类似你刚刚讲的这个、嗯，也就是我们采访的对象王庆玲，他就讲说、嗯，他发现说他以往离婚的时候，他是结了婚，然后有了外遇。他自己有一个女性，她有了外遇以后离婚、嗯、是离婚以后就跟这个是不是跟同一个我不确定，但是她又再婚，但是她里面有一个醒思，她说后来我发现说为什么我现在这个男人他当初是跟我前夫完全不一样、嗯、原来我认识他吸引我的地方是因为他跟我前夫完全不一样、嗯、怎么几年下来我也把他变得跟我的前夫一模一样然后更有趣的是他说他离了婚之后他发现他的前夫怎么再婚之后他却是一个很好的好男人，这个时候他才开始自省、啊、他才开始自省说为什么那个人跟我离了婚之后他跟别人结婚好了，他是一个很好的男人呢、啊？然后我现在的先生为什么当初觉得跟我的前夫是不一样的人，怎么现在我也把他搞得跟我的前夫一样，哎，那这不你现在讲的是女人的问题咯，对啊，其实赶快呢、啊、对啊，但在这帮我找到那个下台阶对，那因为他这样他就开始省思自己，也就像你一样，就像你刚刚自己讲的故事说、嗯、我开始去想说我怎么把一个我爱的女人搞成这样，对，那我再猜他大概不是第一个吧，啊，他第二个，他是我第二任太太，对，所以我觉得受邀要跟他跟我第一任太太完全 不一样、yeah. 我没有把他变成说哎呦他怎么跟我第一任太太一样，没有没有没有，他完全没有是因为你自己醒思了，你改变了、哦、那你现在的太太就会越可爱，是就是你自己改变了之后你会看见说哎，我变了，我的太太更可爱了、嗯、那当初你们的对立的那个因素因为已经不存在了，对，所以你也开始会去谢谢他，会感谢他，也就是我们在这一期的魅力杂志、嗯、会讲说好男人其实是赞美来的哦、来好男人是呵护来的，是好天心说好男人是教出来的、我是刘俊耀，瘦耀耀，礼拜一对症下药，在我们现场呢是《魅力》杂志的发行人赖佩霞，佩霞妹你好，嗨，瘦耀耀，所有的听众大家好，所有的女人呢都喜欢被人家称为年轻一点，好不好？这一次呢，这个我们在讲好男人怎么被教出来的同时呢，我也教教男人，你怎么样让女人呢赢得女人的芳心。嘴巴甜一点嘛，哦，嗯、对、哎，其实生活没那么严肃，真的、啊。你可能做事情需要很严肃，生活，哎呀，开心就好 ，relax 一点。家里面不是战场，家里面也不是军营，也不是政治环境，也不是工作的职场，在家里面是家，应该是孕育爱的一个单位。所以他的法则跟你在工作，在跟外在的社会互动，其实有一些是不太一样。我觉得就要瘦又要对症下药，在我们现场是魅力杂志的发行人赖佩霞，赖妹妹在我们现场来继续 好继续。
我们在这一期的《魅力》杂志呢，有提到几位女人，她们在谈论她们的男人。那葛伟如呢，很有意思，她说：“好男人是回味来的。”那有趣的是，我们知道她的第一段婚姻。